第十六题，甲一末 H2 乙一末 CO2 丙一末 NH3 以上何者所含的分子数最多？这题也是很简单，末就是计数的单位，我们这里面甲乙丙都是一末，所以它们的数目就一样多，都是6×10^23次方个，所以第十六题问我们说以上何者所含的分子数最多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三者相等。